这个节目是属于爸爸妈妈的一个节目。这个双星节，让我们带着父母一起坐上音乐时光机。每一时每一刻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要珍惜那个当下。他是给爸爸妈妈的一个礼物。我很爱你。乘着悠扬的歌声，回到金色时光的难忘旅程。多多的关注，多支持，好期待哦！约定你喽！金色年华双星节2023，星期六晚8:30，Astro AEC 假设 Go。